29岁的艺人刘畊宏最近凭借健身直播在中国爆红，他带着妻子和岳母在镜头前运动，示范了简单利落的动作，且持续长时间都不累，加上当地封闭式管理导致许多人宅在家，因此吸引了许多民众追看他的直播，和他一起挥洒汗水。据统计，他在短短一个月内就突破了2000万粉丝数，单场直播点赞更是超过2亿。然而格外引起网友注意的是，上海富二代勤奋也看了他的直播，还疯狂抖内了台币56万的礼物，超高金额让众人都看呆了。外传勤奋的身价高达100亿，和千亿富少王思聪是好友，这次高调参与刘畊宏的直播也意外掀起热议。